吃这人命了。行走成功。爸，我回。拄只有派人去给我，我看到门门锁，我就撞你啊！我哪知你伫遮？派人？我看你这是派人啊！我不是派人，我就说我是好人，只要把我的人拢捅了落来。出去！拜托拜托我比者，我出来到大乐社，我是我拜托你，好无啦？你走袂，一支枪，找到伊，绝对爱死。很热不爽，就是要打丧尸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打丧尸才够爽。你无这条鱼，真要哪离开啊？社长，听讲你伫日本的时阵有一个习惯，逐工一定要多爱啉一杯咖啡。社长拜托人去台北找上好咖啡，今麦有想要啉看卖？唔免啊。咖啡小姐，这咖啡真好啉的了。啉咖啡是爱有气氛的，我住这个罗马副驾堂。更加好啉的咖啡，我嘛吞袂落。
你这车查某哪里家？看妹，甲伊讲，我这个车查某是啥？田宝啊，伊是大宝贝查某囝，嘉宾小姐啦。大小姐，啊，一声错塞啊！是啊，都是想去日本留学，长大都要回来。大小姐，看起来恁敢若有见过面哦？无。我绝对袂当承认。啊，若无，大家毋着知影，我的身躯已经予这个物件囡仔看了了。好佳哉，伊无承认。啊，若无迄个大个知影，我已经甲大小姐个身躯看了了，伊绝对爱我负责。啊，若万不伊，啊，我娶这个车查某是安怎？我要出去啊！倒啥？我一个查某囡仔伫个外口，若是拄着你个冤仇人，安尼毋是最危险个？啊，我煞袂记。看未？大。你少年的倒一个卡手口，安尼哦，啊无，唔免啊，我要家己选。你要家己选，你要选啥？就是我。十月，行。阿婆，开我的车。哎，迄个代志真歹势。当作你会趁这个机会，叫他家大好啊搞修理，啊想袂到你八两正好，唔老板也唔扛哦，而且搁一定我保护你，你哦是足看会起我的。你敢知影寂寞一个人上好的方式是啥物？掉开吧。唔是。搁进入水底，回袂喘气。嘛唔是。上好的方法就是，把伊留伫个身躯边做细汉的，豆豆啊，邻弟。十五个，开车。十五个，什么时阵叫十五个？